古米浩1-0呢，你不跟那个搞起来了。是不是韩国人频道吗？不不不，我看的是那个主频道。主频道啊，我是主频道。主频道呢，也播这场也很正常。我在想，你妈的这个新科 GSL 冠军到最后，你妈出不了线就尴尬了。对。哎，什么情况？刷不出来嘛？鸡哥都转世投胎好了，好不好？主频道哪有嘛？主频道有的呀。我现在就一个 logo 呀。妈的，我发你。主频道我发你。收到了吗？0-1了呀，现在是这样的呀。哦，这样子啊。感谢周成 Magic Young 的一个飞机，你妈的！我告诉你，不要说你不是周成，你居然是你妈的周成，你送一个飞机给我，我他妈也是受得起的，对不对？干嘛？你说的没错，我有什么受不起的？曾经你妈的打星际的时候叫在异境战队叫 YJWCG， 是哥带出来的好吗？哎呀，不是，这个肯定不可能是你妈的老魔术羊，好不好？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带头大哥，当时，干嘛我在 YJ 是带头大哥呀，好像也是啊，对不对？你的那个四川老乡，你妈死庄哥，你妈的，就是每天你妈被我呼来唤去的马仔，好不好？古米猴上来又狗。这个狗，他看你开二基地就直接就狗了。不，我觉得他打古米猴打 TP 有一套。一不上来一看，妈的矿都还没开，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 VF 啊？这 VF 好靠前呢。他们说 CQ 2000 CQ 2000比911还要老一点。对，所以他死了呀。对不对啊？哎呦喂，你妈的！所以他走了呀。没有，别人 CQ 2000还在重庆混呢，你不要这样说。也是啊，你要这么说也是。还有谁吗？你们说好了，还有谁？PJ 也走了呀 ，PJ 现在他妈在云南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过了他的小日子。妈的，感谢浦东 F 九幺兔子哥的火箭，你不要送了，什么情况吗你？你是不是要听我们讲以前的故事吗？想起什么螺旋 PJ 是不是啊？什么你妈的螺旋还是比较晚的，这算。哎，这你妈这逆不怎么又遭中了吗？遭中了呀。我告诉你们，这个时候我不是吹我自己。当年你妈的这个，现在送飞机、送火箭那个妈浦东 F 九啊，当年在 WCG 的比赛中跟我相遇，被我妈的门都没入就被我干死了。不要看他现在他妈台球那么跳，但是星际我告诉你，星际他没有实力的。感谢这个皇帝的飞机啊！感谢皇帝的飞机，火箭。昨天又有二五仔向我报告，皇帝又去那个什么阿冷那个房间送了刷了15个火箭。
eight losers, a lot of losers. That we know Penguin. 2-0了，已经2-0了。Down there, but no one else quite yet. Ready to go. That name not looking so hot. Just getting almost trolled here. Sequencer will be the next map. 哎，当年哎，其实我觉得啊，是啊，你混星际圈应该比我要早，对不对？差不多吧。当年那句什么苦练星际什么子怡的那句话是怎么传出来的？谁说的？八大那些人说的呀。那有什么典故呢？那不能讲了，那有点过了。所以说，不是我作为一个吃瓜观众，现在。我其实我是想问一下你嘛，对吧？啊，就这个是什么情况？就是谁先传出来的？你就告诉我。传出来是不是扳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应该不是扳手，是我也不知道，反正论坛突然就有人这样说了嘛。啊。哎呀，然后就的确那个。有很多高手跟他关系比较好，是不是嘛？你要成为高手，你才能跟子怡关系比较好。我首先澄清一下，当时有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是个菜鸟，我不是高手。不，你就没经过他认证嘛？说白了，我，好好好，是没有经过他，你妈你经过了没啊？我没有呀，所以我菜呀，我也是菜鸟。那妈谁经过他认证了？哎呀，是一流高手才行。那什么时候的一流高手呢？就大概零什么年代的一流高手？2003年吧。2003年一流高手，我帮你排几个好不好？你不要排了呀，你妈你就想说王文平吧，就是他王文平怎么样了啦？就是他，你妈个中国第一 Z 是不是？还有呢？我不认识了。不是你。你既然中国第一都说来，那还有中国第一 T、中国第一 P 呢？比如说，不认识，不认识。妈个蛋！不都十几年前的事情呢？有什么好聊的吗？中。对的，是的确十几年前的事情。这有什么好聊的吗？中。但你不是你混八大混的比我久嘛，对吧？我在八大混的很多年啊，我在八大2000年去八大玩的。当时我记得有八大战队的嘛，有半职业战队的。对对对对，当时重庆有一个半职业联赛。这个应该算是电子竞技的这个俱乐部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模式吧，应该是。大家都反正都以前最猛的战队是 ID 战队，不是 IG 啊，是 ID。ID EAT 呢？对啊 ，ID 那个时候有很多2000 EAT 银河海盗这些人的名字还在我的脑海当中。如月影。柳随风，哎，我倒没跟他打过，柳随风我也没跟他打过，就是不是这些人吗？对的，是的，这些人都是星际一的时候的传奇人物了。对 ，Red Eat 我倒没打过 ，Red 战神 Eat，Red 不太早了，单挑王子你肯定打过的呀。啊，单挑王子我知道，什么 CBC 什么 CBA 还是什么那个什么骷髅，我也是觉得是传说中的人物。哎，你现在不是有个星际老逼的那个群吗？啊，里面不是都在吗？那帮人，什么扫马路？对啊，马天元对吧？马天元其实已经不算在他们这边这一段的话，算年轻人的，算年轻选手。对对对，什么马天元、Deep 这种都算年轻选手。年轻人的那些要稍微再早一点那些。EVA 我也记得 ，A 级战队的嘛 ，EVA。对。似水无痕，你们这个人还是可以的打，还可以打的，还可以。似水无痕是跟以前青姬的时候小 T 是一个时代的。对，打的还可以，似水无痕。还有什么八打福瑞、八打 bot 的 bot 每天被我干的，妈这鸡好吗？这个是，妈的，你妈别人也是重庆当地一霸好不好？没有，但是他每天被我干的呀。还是有很多人。哎，
AGPZZ 当时其实还是可以的打的。对，什么还有AG 辽宁啊，这个还可以。他们说合客其实也蛮早了。合客蛮早的，合客。哎，辽宁就算了吧，辽宁你妈的，辽宁你妈的这个 TVP 简直跟屎一样。TVZ 还可以，他 TVZ 有点猛 ，TVP 跟屎一样，你妈老子你妈两半年不打回去还干他，干的他嗷嗷叫，你妈的天天干他。AG 辽宁还可以，还可以。合客还是还可以的，零三年也算是中国的神族的第一把交椅了。零二年就是了，其实啊，零二年就是对零对，反正 PJ 和那个 CQ 两千经常会输给他。对，我怎么感觉你不这盘被吊打呀？古米火的 TVP 有点强，我只能说不有点妖，主要是他的 PVP。我不是我星际一，我是打随机的，我什么组都会打，我不是打重组的。星际一我一般对抗是 TVP、TVZ， 还有个打 PVT， 我一般是这么打。我这么跟大家说，星际一的时候。妈的，黄旭东就是个跳跳，然后你们就可以理解他妈的心机，他就是心机的接班人。不不，我比接班人强多了。心机的茂生，好不好？差不多吧，差不多，可能比茂生菜一点，稍微大概海森哥这个实力。妈的，海森哥真的是差不多呀。就普通职业的看到我还是有点虚。先知没什么机会啊，绕一圈出来完全没机会。我是星期的谁啊？我如果按照星期二的话，我现在至少是一个我是一个 IA 这种级别的，差不多吧。他们说别吹了，我能打过哪一个职业的？我告诉你们说的，除了那几个顶尖职业的，老子妈有点打不过以外，其他的看着我都不是。黄旭东偶尔可以赢两盘什么豪哥、杰斯大这种，好不好？是的呀，妈我还有点实力的呀，你们不要以为我是个鸡啊！我操，我还可以的呀。他如果真的是个鸡的话，我就不会去每天去这种去干他的，因为干的话没有感觉，也没什么意思的。不，首先如果我是个鸡的话。一般你妈我也不敢出来跳，你要知道星际一那个时代，你妈谁跳他们就干的都是手上过的，你以为都是嘴中啊？你妈巴达那种地方，你妈群狼卧虎的是吧？藏龙卧虎的地方都是你妈的狼，你妈的你没点实力你就敢在那里跳？对的，当然是实话。因为巴达的人都是跳跳，好不好？他们在说皮皮鲁不是职业的，为什么你打不过他？妈皮皮鲁 PVT 是有点吗 ？Super 也打不过他，关我什么事吗？因为 Super 也经常被他干的，怪我呢。皮皮鲁这个 PVT 是有点凶呀。打鸟哥，我告诉你，鸟哥还未必能赢我星际一。他到最后，他到零八年，他练出来了那段时间，我有点打不过他了。以前鸟哥，你妈天天在后方装逼，你妈老子一去他就只能下线。妈的，他敢装逼了的时候打也打不过我，天天在后方装逼。AYGJ 是对不对？对的 ，AYGJ 就是他。还有你妈那个硬，你妈的以前叫什么Jason，你妈的。Jason 也是个鸡，我靠。对的，都是你这两个都是鸡，我告诉你们。什么业余 DZ Jason， 他妈400 APM 打那个打的他妈没智力的。好了，不跟你们扯了，我们先看比赛吧，先把这场先看，先看比赛。对。郭密后反正防住了前期的骚扰之后，直接转型了一个，就生化部队压制嘛。他逆步其实没有骚到什么东西。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郭密后现在打法还是围绕着三矿克打的，跟以前我认识的郭密后不太一样。他现在有自信的，他是冠军，好不好？也是啊。啊，这盘逆步感觉失误很多啊，不会一拳又打死了吧？哎，这什么情况、啊，逆步？这很有可能啊，这感觉一拳就死了呀。他为什么冰各种失误啊？这压力太大了吧。你不敢飞。其实我觉得可以飞，真的可以飞。没自信啊。His upgrades that was not so much a problem. He's getting plus one armor now too. Gumiho not trying to overcommit at any point. 其实现在看看 Gumiho 这暴兵还有点实力。
不是我们两个现在跟你吹心机，是说明我们两个真的是你妈的手上有货才跟你吹心机的。我们吹出来的东西，你让中国任何一个你妈打过心机的人过来来质疑我们都可以的。那倒是，对不对嘛？我们他妈的这种心机这种他妈又不是靠你妈吹出来的，都靠手上货他妈打出来的。是的呀，当年妈的哥保护巴达的时候，你们知道吗？这巴达的人都绝望的时候，还不是我站出来。对吧，你打了个谁啊？哎呀，他们背了个什么高手，你妈的打的你妈都抬不起头了，巴达那帮人。然后只有我站出来，你妈纯雷车打死那个人。你妈连干三盘，然后那个人就再也不来巴达跳了。纯雷车你知道吗？妈的他你妈三对龙骑出来被老子你妈五对雷车包夹。你当时爽不爽？爽的一逼。好了，我们继续看比赛啊。这边正在继续压，但使徒很多啊，使徒，这我感觉不对，不对，被分了，被分兵了。哎，你发现没有？我就觉得逆宝好像打不出那种就没那种感觉，打不出那种感觉，被古米火压得太伤了。就是古米火把他的凤凰压得很伤。对他打那个。你不打那个谁，打那个 Major 和打这个公民后完全感觉不一样的，压力好大感觉。在打毛啊这种。好，凤凰引了一下，还可以，直接夹。这波操作你不还是很亮的、哦、对。非常亮这波操作，完爆。他主要那几个凤凰引了一下。引得好，引得好，这波里真的引得好。啊，这样你不整个形势稳下来了。那看古米奥怎么搬这场比赛吧。尼布因为凤凰其实还在，已经在转巨象了。Although some Protosses do just stick on Mass Gateway, I think Colossus are coming back in a favor. This is super annoying. So, you know, it's really up to Gumiho as to how he's going to decide to handle it. 好，这一盘我觉得尼布有机会赢的。As many Liberators as possible, and some people actually try and go Vikings. 但是这波还挡得住啊，他凤凰已经没有威力了。双线。就烦了，这个地方双线有点烦了。很烦，好不好？这波双线。先强吃一个解放者，不过这张图主要正面有点远，所以还好。对，巨象也出来了，我觉得你不还是优势啊？他巨象优势。古米奥这波顶不进去。古米奥现在农民被杀的有点多，现在。你不需要再有一分钟时间，让他巨象再续两个出来。他正面就打得过了，他不虚的，分兵也没关系。这个是怎么说呢？就算你不输了，他还是有一次机会的。这不是说输了就结束了。嗯、我就想不通的，这个时候为什么古米后一定要去干你不嘛？他古米后自己开矿不就好了吗？他保持压力吧，行不是？这有什么保持压力的吗？你三攻三防也没好，对不对？那你就开挂出那个鬼兵不就好了吗？但这波兵他送不起了，已经。再送就要被直接一波拿下了。我觉得这种时候看到出巨象，你就开始续那个好了，续围巾，然后最后中间决战一波嘛，就结束了呀。嗯，你这没有必要去打他。
中局你压又压不到，你真的把对方什么四矿基地拆一个，也就拆一个，又无所谓的，都不缺钱。这局面还最后一波的事情，我感觉公庙要啊，他算了，他想单打左勾拳右勾拳的。左勾拳右勾拳，我觉得是两面送兵啊，左勾拳右勾拳。Open space in the middle that you trap the Protoss in when they feel confident and they get this huge concave. 保持压力是保持的，没有问题。Then bio is the way to go. Do it all you want. But if it's a map that has a lot of chokes and ramps, the you know situation usually is going to favor the Protoss when it comes to direct engagements with Colossus and Force Fields and Storms. 这我感觉这样打下去的话，有可能要被共鸣会磨出来。对，有可能翻的，因为逆普将。这样他找不到机会给孤明浩决战一波。孤明浩的这个鬼兵已经慢慢开始续上来了，这波你巨象的话其实也不多啊，四个巨象。Vikings and ghosts, and now that he has the plus two air weapons, the liberators will one shot stop or two shot stalkers. Actually, forget the number. Point is, that's the difference of another shot for the stalkers. No, I'm not that tired, but actually, I don't know what it is. 家里面人均也解决了，不，这就是那个公牛跟那些欧美人族的这种区别。他思路很清楚，就一直拖着你。这打那些像 Major 这种，他的能劲是可以搞事情的。对，公牛家里面守得住，正面还能给你压力。逆普现在被拖着出不了门。逆普现在只能被迫的一直开矿。公明浩准备猥琐，他连那个都升好了，连那个射程都升好了。对，行星要在射程线升的。这张图的确这样拖着你，没什么办法，出不了门呐。你出门就被换家，现在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升行星要塞射程中他都想好了，你如果真的忍不住跟我换家，那我就跟你换嘛。现在把白家也升了，这波顾明浩先出手，看主要看那个 Ghost。 Neeb is also just simply all over the place, having to deal with so many pushes。哎呦，这顾明浩这就往上顶啦，他就有机会啊，他就有机会。那么刚就顶死了，我有点不信呐。他几个 EMP 放得很好，不至于吧？我靠，就这边那么刚啊？他这 EMP 放得好，死了呀！妈个蛋，这个正面太硬了。就这种局面，一般来说我们觉得人族是不可能打赢的。哎，多线引刀也搞得还可以，多线引刀搞得还可以。对对对对，但我告诉你，这波多线引刀也只是拖延时间而已。还行，我跟你说，这波多线引刀真的还行。刚才顾明浩这个操作是有点猛。这一波多线引刀给了那个 Neeb 再次续兵的时间，真的很重要。这口气缓了之后，可以把自己的部队集合起来了。Neeb 开始转不朽了，这个是对的。不朽的话，对付对方这种光头多了的部队还是很有威力的。双线切。这张图其实你越防守就越难防守，越来越大。防守面积越大，你就很难防。人族左空投右空投，你分兵都不好分。You know, it's a charge lock
count start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I sometimes wonder if they wish the factory had just been secure. Oh well. Scan of the main base, I guess, for DTs that were just turned into Archons. 这个局面怎么说呢？我觉得攻明后需要再来一波强势一波，但现在需要防守住拖性的。他现在要拖。Committing to the drop against all those hands, all those overcharges. Apparently, it actually got down a lot of probes. 这引刀还是到这个时候还是猛。A lot of army to lose as well. Apparently, that was worth. Neve is the one. 还是有点猛引刀。But losing 16 probes still doesn't put him in a bad worker spot. I guess he just had too many probes. Damn.Neve is on quite the economy, so I guess 71 probes was good. 现在 Neve 也是想找一次机会，就是他一定要找一次机会顶在孤明火门口跟孤明火决战。没错，他这样被孤明火牵着鼻子走，孤明火打着打着就可以把这个比赛打回来。你防守你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呀。哎，你妈个蛋！这个，哎，这波伤了，这波一个双线。伤了，这波已经伤了。孤明火这个 TVP 真的猛。就那天我们看他打谁啊？打八本，你还记得吗？就劣势情况下，看他各种投，各种搬，就几下就搬回来了。那天不是我们转播了个什么比赛吗？对的。那打得好的一逼，他这个后期就拖得很好。我靠，这飞机跑什么？咋把雷打不就好了吗？他可能没雷打，刚才他一直在等。好，找了一个包围圈，直接展开一把电拉开。妈被追着 A 了呀！哎，怎么那么强嘛？这个 TVP。你说你不打的不好吗？我觉得你不打的挺好的。怎么就拖着就拖死了吗？欧美没那么强的人族。那是。所以说我告诉你，你就想 Neve 的 TP 能 PVT 能输给李佩南的。哎，李佩南是前期把 Neve 打死的呀。对，从实际上来说，我觉得 Neve 还是要强于李佩南的。对。孤明火这个中后期太强了。